接下来这首歌呢叫什么名字呢？接下来这首歌之前我想要跟大家互动一下。什么互动？因为这首歌叫做 She Wanna Go， 然后副歌的时候你唱一遍 5, 5, 5, 6. She Wanna Go Go Yeah， 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比这动作好不好？什么动作？去 go go go, go yeah yeah 的时候就把手举起来，好好，虽然有点幼稚，但是 OK 的。不会啊，我觉得很好玩，怎么幼稚？谁说幼稚的？是吗？我觉得很好哎、欸，不要推我嘛，那就 She wanna go。Hey oh yeah， oh why？ 他说的又怎么我听来总觉得奇怪 Oh why， 我做错了什么让他想离开？ Just breathe， Just breathe，之后会不会回来？哎呦，他 try， 会发现没有别人比你们还更爱。Just breathe， Just breathe，结束就结束了，你别再心烦。我应该变得更勇敢。一个人也能过得精彩。She wanna go go yeah， 在一起什么都觉得温柔，分手却一堆借口。She wanna go go yeah， 我已经长得这么大了，这点伤我能够承受。你想。就变爱的时候全程热恋，不爱就说对你没有感觉，给他个机会再解释一遍，一遍再一遍，听不懂随便绕了一圈，他会发现其实就爱还是最美。是时候该画下句点，做朋友抱歉我没时间。 She wanna go go yeah， 在一起什么都觉得温柔，分手却一堆借口。三位、哎，接下来呢，又是要跟我们这个粉丝稍微近距离来聊一下天的时候，好呀，聊聊天、哦好好。所以我们这个往前面坐一下如何？来，这边就可以坐。来，因为这第一排的粉丝也非常辛苦，几乎等的是一天一夜的时间。好、啊，坐一下，坐一下，这样子哈，这一段呢，来聊天了。我们开放三位粉丝来提问，那他们提的问题，你们要认真的回答。三个分别回答吗？还是一个一个？看针对谁。好，看针对谁。要把那个包袱全部丢掉。好，把官腔收起来。好吗？就这么简单。好，我们不接受官腔的答案啊。不接受官。太官腔的话，我们就重答。好，好不好？是要问题。还有那个举最快那个。真的吗？这位。好。是。来，请说你的
疑问。好好问啊！小杰今年生日愿望，你要跟我达成吗？世界和平啊，什么大家健康？这种不行哦，这种不行。不是已经过了吗？哦，我其实今年生日愿望许的还蛮幽默的。哦，对，我第一个生日愿望是小鹿帮我挡酒。哦，对，因为其实那个我们三个跟我们自己几个好朋友一起去喝酒庆祝生日，对，那一天他们就是打算把我灌倒，可是我真的你也知道年纪大了，真的不喜欢吐。其实我跟你讲，老实说，我那天在 Facebook 有看到你们在 po 照片，对，听说你一直在躲是不是，躲惨，你知道以前年轻的时候是他以前年轻十分钟就倒了，因为一直喝，根本就我在过生日。他以前都在灌我的。对，然后就是年纪大了之后，觉得身体很重要，不应该喝到吐。对，漂亮。所以说就是一直在躲酒，所以我第一个愿望就许说小鹿可以帮我躲酒，因为小鹿也很爱喝。对，然后帮你躲，就是荣家弟弟，小鹿帮你挡酒了。对啊，他帮我挡酒。他有实现吗？挡酒有，他有实现，他帮我喝了一杯艾必斯跟两杯混的 shot。哦，对，就是还蛮感谢。就这样子而已哦。然后第二个愿望是我希望我们三个可以赶快上小巨蛋哦，对，因为其实答应大家承诺很久的大舞台，其实一直都还没有实现，算是蛮抱歉的。所以说，就是希望这个愿望可以赶快实现。这里是微巨蛋啊，我们刚刚已经上了，我们在微巨蛋，对对对，这里是 micro 巨蛋，对 micro 比较微一点。那第三个愿望是不能说的吗？第三个不能说。想必跟这个感情有关系啊，感情多少有一些关系，跟感情是有关的。那不能说，对，说就不会实现。对啊，可是他们就希望不要实现才叫你说。没有，喜欢我的 fans 都希望我可以赶快谈恋爱，真的吗？有吗？希望没有吗？希望小杰排在你的 Instagram 上一下吧，好像还好没有很多个。像你们在我 Instagram 上说叫我去谈恋爱的是少数人，觉得小杰谈恋爱 OK 的可以举手看一下。哎，的确比刚刚多一点点，多一点是不是？因为你要他们孤老终生吗？偶像也是要谈恋爱的嘛，对不对？好了，现在怎么样？为什么不行？那跟你谈恋爱可以吗？你很奇怪，你们自私啊你！对他明明是喜欢我，在我人家面前说好是什么意思？这是怎么样劈腿的情绪啊？公然劈腿，这第一个问题，好不好？还有没有其他粉丝要提问的 ？Second one， 宝弟年纪最小，就是在这边会不会被欺负？哼！哇塞，就是已经真心想问这个问题，因为你有什么症状？你觉得他有被欺负的感觉？就是怕他被欺负，这样我们也不开心。所以如果万一他们等一下回答是他们两个真的有欺负他的话，你以后怎么办？就是只支持他？就是可能他们走过来，另外两个走过来就伸个脚吗？好黑暗的团体啊！不要好黑暗啊！就是你们做的事情。我有一天跌倒，绝对是他哈！就有一天跌倒，绝对是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打个巴掌就好。来，你先讲。这个问题要当事人来回答。你先讲。其实王子比较可怜啊，因为都是我跟小杰联手起来欺负他。为什么？不知道，我跟小杰的意见我们比较接近。可你们不是亲兄弟吗？对，因为亲兄弟就是有时候反而从小反而意见不一样，对。那我就会跟小杰联合起来，就是对啊，他只要有时候一讲了什么，那他就会补一句，我就会补一句，然后他就不讲话了，马上安静。所以王子的粉丝以后知道那个腿要去办谁了哈。对，好，还有其他问题，各位，妈妈，妈妈，妈妈，请起立。妈妈你好，谢谢。我想要问王子有没有女朋友？妈妈，王子有没有女朋友？你希望得到真正的答案？我也想要知道这个答案。问得好，连团员都不知道，王子。好好的回答这一题，回答人家要站起来，回答人家要站起来，站起来。王子到底有没有女朋友呢？广告回来立刻揭晓。